那这样还有什么好讲？已经要看镜头吗？对，你要看鏡頭。一开始要看，对不对？这个字不是，要看镜头还是看你？你先，你看我，你就一直都看着我。对。可是我要说，大家好，隔一句看着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余佑邦。那我现在是在 Jacobs 过念博士生，然后钢琴主修。那我前一阵子上个月在意大利有两场演出，然后最近才回来。那我认为那是很棒的经验，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。其实我觉得，这一趟意大利之旅其实。它像是一个完成一个我们每个人学音乐小时候的梦想一样，他们是用接待一个艺术家的方式来接待你，他帮你安排了住宿、通勤，然后安排你一切的时程表 schedule， 就是因为他们把你当作一个职业演奏家在对待。演出当下其实是一种我想要奉献我的一切的感觉，因为这是我的算是处女秀嘛。如果说在职业场合卖票音乐会，而且在国外。是我处女秀，我就是把我一切所拥有的都给出去，这样。由于我们在台湾或是在美国，事实上我们演出完音乐会，事实上没有什么太多额外的互动跟观众。那在那边很不一样，在欧洲很不一样。于是我就出去，就一大群观众在那边等我，拿着我的节目单要跟我合照签名。我就想说，哇，这个是一种Flatter 就是有人被宠，我受宠若惊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何德何能，居然让你们等我在那边等签名合照。那他们因为意大利人英文不太好，所以他们就是操着一口比较破烂的英文在试着跟我聊天。那可是因为这样子，我特别的感受深刻，觉得说今天来听音乐会的人，他们是有一定的音乐水平，他们是欣赏我，那他们结束后留下来是因为认可我。所以我认为那个整个程序对我来说，就像走过一个好像自我发掘、自我肯定的一个过程。那我跟 Naoumoff 学已经是第四年了。那我第一年来的时候是在念硕士 Master 的时候，很跳痛的人。他上一次讲这个，下次又讲这个，然后我觉得他有时候会矛盾自己，但。经过一个学期之后，我发现他给的养分真的是一种无形之间，就像好像植物吸收光合作用一样，你看不见，但他就是默默其默化在你体内。然后他一直，我感觉他是蛮肯定我的，他就真的是用他真的跟我说，他认为能够收到我，他觉得很开心。他欣赏我，但是我更欣赏他。我认为他可能够带领我到我最想要成为的样子，这样。那我觉得我目标就是，就目前目标很简单啦，就是第一个就尽可能跟我们老师学，然后参加一些比赛，对，所以我自己希望就是念博士，因为已经念了嘛，就是尽可能吸收一些音乐文学方面知识跟历史，然后结合在我的知识里面，透过我对音乐的热爱结合在一起，让自己变成更好的音乐家，成为一名优秀音乐家远比一名优良的演奏家还要更来的满足，对，是这样认为。好，那今天谢谢大家的观看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音乐郎，小编是一位很有心的女孩子，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她哦，谢谢，拜拜。